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来看吧，来看是不是？好，那个位置呢也是替你准备好的，你可以坐在当中，有很大的荧幕，要由你来发号施令吗？一起来倒数五秒钟之后 ，MV 就是一个户外的全球大首播了，是不是？来，时间交给你哦，倒数五秒，由你来发号施令。好，朋友们，五、四，一起来，三、二、一，请举手，严爵 MV 大首播。哇，真实的。
男朋友。在当中那个漂亮的女生是欧阳靖吗？欧阳靖，哇，她头发留得更长了。这一次跟她合作的一些感觉、一些想法，跟以前看她晚上节目或是写书是不太一样。来聊聊跟欧阳靖合作的感觉吧。对啊，其实她本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她是蛮可爱的一个女生啊、嗯，但在荧幕前可能觉得就是超冷酷，嗯，那样子的。对啊，那这一次还是有一点反差的，有反差是不是？可是你看 MV 当中各种球类、各种运动都出现了，然后这个比数呢，就是几比几，似乎成为一种感情之间的拉锯吗？是这一次你们故事想要带给大家的吗？暂时的男朋友，我也是，是不是擦都流血血头，擦到血血是不是？我们工作同仁帮他看一下下，会不会擦整个都是血血了？好，来，请，还行，因为今天气比较热，而且大家也来到现场。支持加油打气哦！好，我们让严爵先擦擦汗。OK， 好，所以我们要问问看严爵，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设计，在这一支全新的音乐录影带歌曲的一个传达的意念的话，导演当初应该是在讲说，是这个女生她跟她的男朋友哈，已经是在快要分手的那种状态哦，然后呢，她还在挣扎说，她是应该要 move on 到下一个男朋友，还是跟她的前男友是的这个拉锯，嗯，所以在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是比数都在当中已经开始拉扯的。对啊，那最后蛮sad，是因为拳击赛到最后那一拳，其实我是赢的，嗯，所以但是我赢了，但是她选择她前男友，好啊，说其实你，就是不管是条件啊，或者是你觉得你做了什么，都付出比较多什么，其实到最后那都不是一个选择的因素。就是他爱的人，只有他是你知道，他自己已经有答案了。已经有答案。但暂时的男朋友，暂时的，是不是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全新的歌词、歌曲的名称，你要带给大家呢？暂时的男朋友。副歌就是有一句说，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篮板球就是一个 rebound。rebound 通常用在说，你跟一个人交往很久，然后分手了之后，你交的下一个人，他会是一个 rebound， 他就是让你康复的那个词。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创作过程，是你朋友的故事，还是你自己的恋爱的经验的故事呢？我写歌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故事啊，所以是多久前的故事？去年的故事。哇，那我们现场可能都还有参与到那个期间，对不对？那时候其实你已经发片了，所以去年的故事写在今年的这张全新专辑的歌曲 MV 看完的首播，想不想听现场演唱的 live 版本呢？那最后唱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你搭了恋爱巴士，对不对？恋爱巴士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实在是太无趣了。你要号召许多的歌迷跟你一起来搭上恋爱巴士。不过我先让平面的摄影大哥，现在这个部分先来拍一个单拍的部分，待会撕开的时候呢，会有仔细的参与的办法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你恋爱巴士当中的好朋友，而且要邀请所有的歌迷朋友，12个星座不同的女孩一起来参加恋爱巴士的漫游活动。好，现在大哥拍完照之后呢，您觉得你叫姿势是的，还是要侧边是不是？好。好，那平面的部分，来，你看严爵，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字，很精彩哦，你看了吗？我要严爵当我暂时的男朋友，而且恋爱巴士浪漫游就是你可以找到12个星座，哇，你的歌迷遍及12个星座女孩都可以大募集，只要凭着你最新的专辑单细胞专辑当中的一个回函卡，然后呢填妥基本资料，更重要的你会看到要写下对你爱的告白，你喜欢赤裸一点的还是暗示一点的告白会比较容易确定中选？赤裸跟暗示两个不是一样的哦？真的吗？有些人是比较稍微暗示不太敢表白的，有些叫很直接的字眼非常强烈的，你认为呢？我觉得我喜欢的应该我最后会主动告白，不会等到他来找。好，所以大家记得写下你的爱的告白之后，再告诉我们最想和严爵进行的约会的活动。
相关的时间，然后呢一些的规则呢都在回函卡当中呢都有一一的说明，所以请大家可以呢一起来参加颜爵可以当你暂时的男朋友十二个星座女孩的大募集，就期待现场所有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参加咯，一起搭上恋爱巴士咯。 OK 好吗？知道吗？记得这活动了吗？那我再点头，记得请附上你们的专辑回函卡，谢谢。